阁下，是想为昊天宫出头吗？哼，两个废物，死了就死了。倒是你，杀我血魁，毁我千魂幡，这笔账该算。二弟，带他们走。 境界相差太大，我们有伤逃不掉，不如一战，大不了一死，还是再做兄弟。几条泥鳅也妄想与本帝一战。 你想杀的人是我，何必浪费时间？死太快就没意思了。来啊，我尽兴了。 差4个境界，怎么弄的啊？ 炎火扬扬，八成境，难怪你如此自信。黄泉七杀，哪里躲？ 你若为浩氏弟子，定然前途无量。不杀异儿，我还能给你第二次机会。不可能有机会。我虽非大善之人，但生来坦荡，绝不与小人为伍。说得对。 不知天高地厚，我拖住他。昊天，要你为我而偿命。 远都能波及，这就是天命武帝的实力吗？从今往后，再无飞龙山了。一个不留，是蛟龙出海。老马还想成龙？ 再努力也空有七表。问万年老二，谁比得过你呀？找死！哼，臭鱼烂虾！恭喜先生，突破六重武圣。谢谢，今日多有叨扰，是时候离开了。这么快？嗯，为防万一，必须提早回去。 这是我的信物，可随时联系。至于所托之事，我已安排妥当。金龙令，持金龙令等同岛主亲临，居然送给人族。此子天赋虽高，但没有他，金龙岛早已不存，休在多存。朕不考虑带妖帝随行。这场恩怨，必须由我亲手了结。他们讲什么呢？
抽空炼制了些丹药，兴许能助你突破瓶颈，迈入七重。全当那日舍身相护的回礼。我们会再见吗？诸位，后会有期。身怀天资又知恩有礼，嗯，和小姐般配。哦哼，你先前还说她是普通人族呢。错觉。哼，太上长老，你是金龙岛的恩人，无需客气。请亮明信物。原以为此生无法完成嘱托，当真苍天开眼。半枚神力完璧归赵。铃铛阁，气息还在，人呢？神令已经完整，为何还不开启新地界？寒山万重，不可硬碰，见机行事。好，哼，同样的招式对我没用，天火遁。孤影杀，真烦。混运，小小神火也配与我争锋。